话的选择，他比如说德国人就是德国人，对啊，我都讲咗啦，你感觉他可能喺个牛黄球唔打你系住。真係，今日唔知做咩啊！今日，今日唔知做咩，係咁笨，係咁打佢啦。空地都係喎，阿大姐啊！呢個啊嘛，都唔食嘅，咬完啊就成地都係嗰啲蘋果。多謝。佢話好啊，佢食啖啊，咬下每下每下，佢成日都落口。唔好啦，冇台嘛，阿婆 ，Happy Birthday 啊啦 ，Happy Birthday， 噔噔噔，收音幕啊，噔噔，等等先，你先，哎，等等先，哎。你阿婆啦，俾人打龍字你抱啊！話有事啊，你冇抱起嘛，跟你坐呢度坐。嚇？北路個牛卵啊！嗰條街市今日嗰條狗最撚冇命。我哋嗰條腩，好似啊！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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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